三班那群垃圾，就安静的上会儿自习不会吗？滋儿哇，吵吵把火的，严重影响了我的学习。哎，习惯就好了，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不行，我现在很不爽，去三班给他们扣分。什么？干什么？好像是三班班主任施妙娜老师。那咱们就不用过去了，估计又要暴走了。他是年纪最差的班，不过足才怪呢。我就去看下龚凯客会场，就让俺们自己上个自习，俺们就要把楼顶掀开了。没想到我提前回来吧，竟然还少了三个，都不是我是吧？他们呢？老师，王八！哎呦，石老师们，学校真是太爽了，又可以偷摸出来升级了。王强，万一石老师回来了咋办呢？马德平，你就别磨叽了，竹都出来了，炮都登上了。蒋勋说对，再说了，那石老师去看观课会场了，咋不会大半天呢？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那点卡充了吗？这不着急出来战级去，不卡了班了吗？下回再充吧。有敌人，赶紧猫起来，快！矿呢？这是个大号。看血量和装备，应该是满级了。咱绕道走吧。说对，必须干他。好的，小哥。你干啥去啊？不干他吗？上啊！上啥呀？你是日料，要上一头绕打这儿先上啊。啊，对对。都听好了啊，一会儿我冲锋上下去开干。夏存，你一定给我奶好。马德平，就照他脸杀了。行吧。为了我们村儿，走！强哥，我们给你报仇！不是，这咋整的？咱好像被秒了。谁呀？别敲了！门是往外开的。快点啊！闹钟啊！
哎呀，石老师饶命啊！致辞啊，强哥，多么好的一个人儿啊，连个同桌都没有。是啊，也没想着啥府呀，以后也没人。哥呀，他们抄咱词儿啊。是啊，这太不尊重原创了。回来了啊，还活着呢，那收工吧，那啥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把桌子都挪回去吧。石老师没抓着你们吗？抓着了。那你们一点事儿没有？没事儿啊，那能有啥事儿啊？哎，原来是内伤，下辈子还做同学。哎，嗨，若琳。嗨。啥呀？我帮你发呀。不用，先回座吧。好的，若琳。啊？这是这学期的教师考核评分表，组长帮我发一下。评分是匿名的，上课前交上来。嗯，我充着卡呢，我鸡就搁这儿来着。石老师没收了。啊？谁让你放桌面的？我蹭吃蹭喝一个月才省下的钱买充值卡，师太给我没收了，你俩怎么看？我看你还是换个人蹭。对，别蹭我俩了。哎，文东，不是，那边我意思是咱们要反击，给师太打零分。啊，不好吧？没事儿，这玩意儿走个形式，学校不看。对，出口气。还是别的了。不是师太今天对咱啥样都没数吗？忘了咋催咱仨的了。我们找孙宇差点挨打，那还磨叽啥了？打回来。小明，给我拿点营养书，中午我去办公室把点卡赎回来。多少字的？最有诚意的。
哎呦，邵师，我可算找着您了，我来给您送检讨书。写的挺有诚意呀。哎，过奖过奖过奖，忙吧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，把东西放下。啥东西啊？你刚才偷我的卡。谁偷了？这我拿我自己东西算偷啊？那你没收我们东西，不成抢了吗？那我就真抢了。人家老师都跟学生都是打成一片，你这一弄好一打一片学生。哎，人家同学啊，还好好学习考高分呢。你是考个上岗进空分。你给我过来。等等等，我不能让你管他吗？我要是不用你跟我沟通，明天老师给我卷。我要是你，就别跟我犟嘴。怎么搁那儿呢？怎么回事？这一盘你把我灵魂崩出来了？我怎么突然上浮啊？你是谁啊？我怎么想啊？咱俩这是？邵师，咱俩这身体互换了。电影里总演，一般就是俩人不对付，到最后互相一理解，啪就换回来了。我不理解你吗？说的不就是吗？我也非常理解您呢。身为一位人民教师，如原定般含辛茹苦地修理我们，管我、训我、打我、骂我，那不都是为我好？那咱俩都已经互相理解了，这怎么没换回来呢？哎呀，这马上就公开课了，我还怎么评优秀教师啊？哎，别整乱我发型啊！回头我都给你剃了。哎，你可别收拾，那身体可以换，发型不能乱。你别整那没有用了啊！你赶紧想想办法啊！你怎么换回来呀？你赶紧的。怎么回事呢？那咱俩刚才干啥了？哎，咱俩不是做梦吗？你干啥呀？我不寻思逮一撮看是不是做梦吗？那你对你自己不行吗？我逮的就是我自己啊。不是做梦。张安老师，给我。喂，喂，喂，说话啊！哦，不好意思，打错了。嗯？怎么挂了？哎呀，你现在说话是我声，那能不挂吗？你打，免提。没错呀，是这号啊。我和你缠缠绵绵，天天飞。喂，喂，张老师啊，这回对了，刚才谁呀？啊，那个学生啊，我说他有点像王强声。啥事儿啊？啊，刚才来通知参加公开课的老师1点钟开会，你没在，让我告你一声。啊，知道了。那行，我还有课，不说了，别忘了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老师再见。嗯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开什么会呀？你说这个怎么弄啊？真是了。只能你替我去了。啊，我去？你不去我去啊？哎呦我去。哎，不是啊，你这有没有运动鞋啥的？你这崴脚的鞋呀，你这是。哎呀，这多得劲儿，松快的。开会的时候别乱说话啊，校长说什么你都给我记下来，挑次提张你用一半上公开课，千万别答应，就让俺俩糊弄过去啊，听没听懂？嗯，把这个放下。啊。渐行渐出去。我从走廊那头就听到咱们队的队操，上课人都打多少载搁这乱窜。强哥，你吓我们一跳！哎，你这失态来了呢。谁的失态啊？等会儿，
就你给学校争取外号吗？你忘了？什么？哎，王强，你咋还下地了呢？张老四，你赶紧管管，看看都搁那干什么呢？不是，你搁前面干啥呢？赶紧回座上课了啊！你等会儿，你干什么去了？这都上课多半天了才来啊！啊，那啥，我，哎，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？给我出去站！跟谁出去站啊？别学他啊！哎呀！报告！哎，来了，都挺好的。啊，你忙了吧，忙了。哎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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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啊！就是咖啡好喝吗？嗯，好喝就拿点回去呗。啊，小石今天真实在呀，那我就坐那边吧。这次在黄金阶梯举办的公开课，直接决定优秀教师的评选。我的态度是吧，必须拿下，是吧？时间紧迫，我长话短说了，是吧？我呢，主要分四个重点，每个重点再分十个大点，每个大点再分五十个小点展开，是吧？石老师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哎呀，我你这稳当点儿，这多大岁数了？你说，哎呦我天！看来石老师对会议有些见解呀，要不你讲两句？我说呀，嗯，那我真说了啊，我觉得周六周日应该上课啊。哎，继续说，周一到周五啊放假啊，课上十分钟，课间45。寒暑假无味姐，你哎，这些问题咱们就私下交流吧。行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儿，这两天别的课就不上了。各位老师专心准备，后天我们一起攻占黄金阶梯，加油！散会。哎呦，我可算完事。哎，说事儿。又咋的了？怎么感觉你今天……哎，我还跟你说正事儿吧。公开课用一班还是你们三班考虑的怎么样呢？初一初二的老师用的可都是他们年级最好的班呢。要我说你就别坚持了，听我的，用一班。挑次提招你用一班上公开课，千万别答应，就是那样的糊弄过去啊，听没听懂？啊，你确定？哦，你这突然答应这么痛快，我怎么有点没底了呢？这么的吧，用一班的好处呢有这么几点，我再给你展开一下啊。哎哎，等会儿校长，你可先别展，这都听你的，你这随便，我先走了，校长拜拜。哎，你就要展一下，没几点，是吧？哎，石老师好。你们好。
这扯不扯呢？啊？哎呦，不是，什么情况？催点啊！太乏了，这不三百块钱吗？傻叉！哎呦，我这又我人呢，这赶紧回班吧。张老师没下课呢。啊？这是重点啊！不知道下课半天了，怎么还压堂呢？哦，我这节课姗姗来迟了一些些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？那你下次早点。下课吧。哎，哎，干哈？哎，大爷咋的了？这是，你瞅瞅，这破马上飞的。我送了啊。校长请咱们茶咖啡放前面了啊。你把张老师踢出去干什么？他课还没讲完呢。课间就这么稍纵即逝十分钟，太压堂。没有功夫给你掰扯这些啊。开会都说什么了？耍，你赶紧的。说少留作业，多给体活，少找家长，多关心学生。完了就是还有那个。给我，我自己看。你是花了几十万？哎，王强，你要干啥？哎呀，老师，我错了，我天天不好好学习，就知道惹你生气。哎呀，我王强狗逼不是。哎，我你要干啥呀？你别这么霍霍我呀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这不对呀，施老师，我不对，我啥都管，太烦人了，我啥也不会，就会找家长。我王强就是姓了三辈的臭鱼，我就是社会的毒瘤，我今天我就不活了。强哥，你让我强哥，哎，施老师，咱俩，施老师，别的呀，我跟你往前窜呀，什么警察，你呀。这么苦，苦的，累死我了。哎，这是我王强不对，是我没错，错了，我是不是姓了咱们的臭鱼？你最臭，是鱼没臭。那啥，下课赶紧回座吧，上课上课好了，上课。见过这么多你自己吗？没见过。施老师，这节你的课哈。Stand up. Good afternoon, teacher. Good afternoon, class. 王强口语不错啊，请坐，大家就都坐吧。这节课啊，我来上。那个，咱学点啥呢？那这么，咱上自习吧。来，上自习，上自习来。老师，你刚刚不是说办公室有套卷要做吗？那招还急，做卷那玩意儿，那是可做可不做的东西。啊，不行，课代表去办公室取下卷。啊？哎，谁说上体活？那走吧。动！不行，我看今天谁敢动。你别动，强哥。不是兄弟不帮你，你今天确实有点反常啊，你搁这好好反省一下。凤翔，帮我解开。哎呀，还得是凤翔，怎么给我系那么紧呢？走啊，回来。强哥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是不是眼睛傻了？石老师也不对劲儿。我去，这下爽了，这下我，哎呀，太爽了！啊，都杵那干啥呀？赶紧过来，快点玩起来，扶我打拍，转呀转呀转！王强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没有事儿，帮我改改。那你消停了哈。嗯。我也拉开！哎，猴哥别躲过！哎，机会！猴哥传球！哎，给我传了，真的！哎，传球啊！干啥呢？看啥呢？哎，小皮球架脚踢，马莲花开二十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，一起来玩啊，姐妹们！哎呦！你朋友不认识。哎呀。
你干啥呀？你也太狠了吧！就你这嘚瑟，以为我治不了你了是不是？行行行，老师你赢了，咱别这么黑我了行不行？到后边上自习，你给我来办公室。嗯。别。咱俩不能这么厚啊呀，公开课没准就得你上了。啊，你开玩笑吧？那还能怎么弄啊？也没有别的办法呀。反正我是不会放弃这次机会。你放弃行，放弃多好啊，比身败名裂强啊。如果有个机会能要你的名字刻在奖杯上，你会放弃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哎呀，我这听课听明白，我讲啥课呀？再说你就剩一天半，你这不闹呢吗？这不准备讲案了吗？到时候该讲什么，什么时候提问，什么是重点，都写好了哈，快点背下。哎呦，我这么多呀？那咱都学到有点久了。哎，你上课都听什么？这不昨天刚讲完的吗？讲过了还讲？那公开课哪有讲新课的？你讲新的，讲旧的，你这……哎呀，整什么了？这不是得做两手准备吗？你先背。不着。哎呀，皮筋没挑够，再去听二会儿。这么的吧，我试试，兴许你这也背不住，你这玩意儿说再说。那你就先回班背吧，看看点记忆力哈。我得想想办法赶紧换回来，就不回班了哈。哎，你之前说那户外电影叫什么？忘了，你自己上网搜呗。那个贾存、马德平、凤翔、徐小明出来一下。咋的了？不知道啊。害怕了吧？吓唬你们呢！哎，是不是今天不回班了？咱几个上班啊？走啊！石老师，我们不瞎。嗯嗯。哎呦，我不是石老师，我王强。石老师，我们还小，这些年多有得罪，望您海涵。嗯。哎呦，我真是王强，这咋都不信呢？你要不这么的，你问我几个问题，你看我是不是？嗯。你知道我手机丢哪儿了吗？啥点事儿啊？就那次你来厕所给我送纸。你们不知道，咱那天去徐小明家吃叉条是什么路？那谁能记得呀？那去我家学习，咱们玩的是。王大壮，我问的是玩的多少合一。你们动动脑子行吗？我问一个吧，王强根本不会知道的问题。如果他脱口而出，那他就是石老师装的。咱班英语讲完，你等等啦，有点久。叽里呱喳干呐哈，那个老张回来了，那个一呼二唤啊。嗯，你刚才叫什么？啊，张老师。你干啥呢？我擦点东西。嗯。臭小子！哎。那老师平时对你们呐太严厉了，现在老师良心发作了，这样式是不对，得劳逸结合呀。所以今天咱提前放学，老师带你们去个好地儿，大家就放开了嘚瑟。你这有点赖了。
小计。看来我也要甩大了，就觉得是你了，去吧，大侠。咱们班男生太幼稚了吧！王浩，伞那边妥了，叫人吧。石老师，石老师，您暂停一下呗。Rolling， 老师，您跟我来。干啥呀？这是干啥呀？马上公开课了，我们为您加油助威祈福，愿您一切顺利。这是我家的钥匙扣，一直守护着我，这两天让他来守护你，但是过两天你得还我。老师，祝您一举夺魁，愿您咸鱼翻身。老师，祝你旗开得胜。这又是干啥呀？开门红，放挂鞭，红走眉月。哎呀，这哥路好汉，快来救我！开啊！石老师撩了！哎呦我！蛤蟆功！你要上天哪，这地方爽吧，哥们有好玩的地方怎么能忘了你呢？走，灭了他们，筋斗云救救。你要带他们做什么样？学习累了你娱乐娱乐。都几点了，不知道吗？赶紧回去，走，别上课睡吧，再玩会儿。讲啊，不讲了那我就不讲了。哎呀，这怎么王强一来就不让咱们好好玩啊？就是每回都搅局。哎，行了啊，那个今天也不早了，就赶紧就回寝睡觉吧，一会儿这关门的屁的了。哎，对呀，我今晚住哪儿啊？石老师，我们寝有张空床，要不您对付一宿？那合适吗？不行，用你管呢，天了吧登的，膈应人。妙姐，咱走吧。成啊，我们几个研究了，你现在不愿意跟我们玩，我们以后也不带你了。你说话呢就不好使了，以后啊我就是头了。回去。好的，相哥。老师，你忘留作业了。一月一洗啊。哎，那你挺勤快呀，那咱不少啊。不得呀，一个月一双啊。老师好。老师好。嗨，
石老师，我们收拾好了，您可以进来了。这就是女寝呢。哎呦我天，你这收拾好了呀？这清出个道来呗，怎么比男寝还乱呢？你们寝室是摆地摊啊，整这老些盆儿啊？这个是洗头的，这个洗脸的，这个洗手，这个洗脚，这个洗外衣，这个内衣。哎呦我天儿，我们寝就一个盆儿，一起用。石老师，您那个年代可能盆少。哎呀，这毛巾还分擦头擦手呢，我们擦手擦脚都不分。对，那个是擦脚的。妙姐，您睡这儿。啊，好嘞。石老师，您早点休息，我们学会儿习。啊，行，那快忙吧。行了，跳开了。要不寝室钥匙我保管吧。啊，这寝室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床呢？你怎么跟没来过似的？床不是上周报修了吗？哎呀妈呀，这环境哪还能活上课呀，真不容易啊。快盛点水试试啊！来了。恶霸王庭。啊！王婆婆，都赶紧起来，收拾收拾。这屋有啥能收拾的？哎呀，这垃圾还有这窗帘都脏着什么样了？赶紧扯来洗了。这怎么还有？哎呀，哎，你干啥？别把纱窗给我整漏了！什么纱窗？这不蜘蛛网吗？这个蜘蛛还在上面呢。Oh no, Peter！ 赶紧大扫除！哎呀妈，这吴江南给揍的！今天啥锅底儿啊？铝锅。我还是想吃辣子。那就鸳鸯锅。不是，咱们这干什么呢？明知故问。啊！来来来，学习学饿了吧？吃点吃点。石老师，我们晚上不吃泡面。这在我们寝就能给你们煮着吃了，有锅。你们那时候真艰苦啊，上学还得自己烧火做饭。石老师，冒昧的问一下子。这菜叶子哪来的啊？啊，就你们窗台那边菠菜啊。马老师，那是绿萝，不是菠菜。啊，一样。绿萝的萝是不是就是菠萝的萝？菠萝的菠是不是菠菜的菠？还长这么像，所以绿萝就是菠菜。这大蒜，就你们栽那盆吗？就是蒜解腻。老师，那是水仙。水仙的水是不是？老师，是大蒜蒜。石老师，临吃之前，我们能跟家里道个别吗？哎，一会儿的泡芙弄来，快吃吧。我不吃。强哥，你这么外道呢？吃啊！哎，你赶紧收拾起来吧。你寝室拢了个活对，多危险呐！你过去还不让别人吃了？都起来，给我撤。最在乎那几根毛了，他要是看到这样，整不好就跳楼了。别让他
就完了呗，给他抠瞎了呀。嗯，你好狠呐，那不还能摸到吗？把手剁了吧。剪了吧。石老师，您盖我这个被吧。那不好吗？咱俩盖一个。我还有一个。哦。那啥，这么的，咱坐着唠嗑呗。哦。哎，那啥，哎，你这是，哎呦。你咋了，石老师？没事，就是，哎，你觉得王强这人咋样？啊，老师你可别提了，王强太二了，还有点虎。您呢？用您的话说就是一天到河飙了乐的。不是啊，我家这谁？哎呀，我谁问你们了？再说了，我啥时候不是王强啥时候像你们说那样了？你瞅他今天就那啥钱，直接就那啥了。哪啥了呀？啊，对，还有下午那样像让他出的。你塞牙了？还有，晚上咱搁下面撒欢玩的时候，瞅着那样呗。嗯呐，我记得他还急眼了呢，都骚的。那个强哥也还行，挺讲究。那也不耽误他虎呀。哎呦，哎，不是你们别误会，那不是我，不是，那不是他。那石老师，嗯，你今天和以前不太一样呢，突然对我们特别放纵，又是体活又是撒欢的，就是不上课。嗯，那呗，跟换了个人似的。你们都看出来了？哎呀，妙姐，你今天不带我们玩，公开课我们也不带差事的。啊？哎呀，后天就公开课了吧？您紧张吗？哎，那不省拿把掐的吗？我们一定好好配合，好好表演，表现。石老师加油，加油！啊！哎，莎莎。他怎么就这么晚还装修呢？啊，是他睡着了。刚说完话吗？时间不早了，咱们也叫叫吧。晚安。安。你们能睡着吗？回来了，这怎么换回来的？哎，是不是这样说呀？这回干净不？哎呀，猴哥，我回来了。你也没走啊？这怎么都这么勤快呢？洗上窗帘了。嗯，那个是不是我刚才让你们洗的？哎呦我天哪！你们不知道，我今天跟石老师换了，刚才那不是我。嗯，行，你看看是不是洗干净了。这回能睡觉了不？哎，干净了！你说这玩意儿就沾水就干净的玩意儿，你拉倒，快走啊！回你睡觉了。哎，等会儿我冲一下沫子。啊，太爽了！滚！快上课了，你们去吧。在我头发长出来之前，我就不出去了。你不吃饭了？那就让我元气吧。强哥，不管你干啥，做兄弟的都陪你一起。咋的？你们陪我元气啊？
报告。进。哪五个还知道来呀、啊？王强，你头上戴什么破玩意儿？你给我扯来。我头上？戴啥你不知道啊？你愿意戴就戴吧，哈！你搬走，这后面给我坐去。公开课这玩意儿没有雅座。是你们几个行吗？苗姐，今天咋定的呀？今天呢？这么定的呀？一个个的，一点也不交个劲儿，昨天给俺们个脸儿了，让俺们嘚瑟一天。上学你不上课，你偷上网吧，你个放学不回家还给我玩那个红牌，看看俺那个成绩啊，稳重又退了，敢不敢言啊？再看看俺寝室那卫生，窝里吃窝里拉的，拉不拉眼？今年都给我收收心啊，好好排练，明年到了黄金集体哈、都别给我掉链了。好，行了哈，咱再算一遍哈。我从这边进来，手一搭在讲台上 ，Class begin。然后班长第一句挨台词就跟上什么？啊 ？Stand up！ 都看我干什么？站起来，赶紧点，站起来吊起。Good morning, class. Good morning, teacher. Okay, sit down, please. 提问的下课办公室就坐里面吧。啊，都要举手，会的举左手，不会的举哪个？哎，右手，听没听到？一定要打足十二分的精神，千万不要松懈。所以有人在台上讲话，不是我。马上，那爹我什么玩意儿？你能不能想让来点来？三九天穿背心，嘚瑟个不轻。垃圾就是男的。啊，小贺，谢老，穿好我给你洗。洗啥呀？穿着呗。哥呀，他是跟我换的呀，你品品。品啥还品？上午公开课排练都给我认瘦了，中午吃点大餐补补吧。中午吃麻辣烫，我想吃炸串，还吃麻辣烫？哎，那就买点炸串，完去麻辣烫那屋吃。嗯，那个，你们要不出去研究呗，都搁这儿，我费劲。对了，听说咱们老师上公开课，有可能用咱们一半。哼，三班那帮垃圾，怎么配去黄金阶梯？那又不是垃圾东西，也不撒泼尿照着自己什么德行。哼，哎呦。突然想拉个小臭臭，你回班帮我取点纸呗。走吧。不用送了，我们给他了。是天字格吗？别的他用不惯。是啊。哦，谢谢啊。我中午不吃了，回去了啊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不去了，我去食堂。哎，别的呀，校长都等半天了，他好像要跟你唠唠公开课。我根本不想去了，他就磨叽我，想让我用一本。哎呀，那你就再去跟他好好唠唠呗。你这要不去，这不绝有面子吗？上车。哎哎，干啥去？不搁那边吗？我知道，我先去买点东西。三班那帮垃圾，怎么配去你阶梯？强哥，我们几个知道你就用啥闹心，一起凑钱给你买了个礼物。哎，猴哥上。
死我也不带这破玩意儿！你是一个什么人啊？我去，又换了。整点蒜。啊，谢谢谢。那行，那啥，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干啥呀？那个我吃饱了，还没吃呢。串好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哎呦啊，他家这小串味儿真不错呀。来来来，快尝尝。来，赶紧造，这家伙给我抓的。张老师，别光吃啊，唠唠嗑啊，是吧？那个石啊，你说他家烤着串儿烤这么好吃，是不是肉啥的也好啊？那你说他要是换个不好的肉，他还能出这味儿吗？能吧？那不一定吧？会烤是不假，但好肉孬肉那玩意儿烤出来它不一样啊。他要是参加个美食比赛啥的，他是带好肉去，还是带孬肉去呢？好肉，对嘛？我就觉得这个一般呐，就好比是这好肉。三般就是啊，你整了半天这意思啊？哎，不是啊，一般有啥了不起的？一般成绩比三般好一点点，学生呢也听话一些些。老板，陈醋给我来一丢丢。但是呢，这些都不重要，主要是参加过公开课，有经验。再有经验也不是我们班儿。谁还没个第一次了？那一般经验不也是去过一次才有的呀？哎呀，反正你自己的事儿，我就直说了吧。公开课带一班去，其实你这哪班去我无所谓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那我班咋就不行了？那听课是有多大难度咋的呀？这次公开课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还关乎着整个学校，到场的都是各校的领导和老师。去上课的学生代表的是咱们学校的水平和素质，我当然要让年级最好的班去。那你就让一班老师讲不得了吗？整那么麻烦干啥？因为一班老师得过了，那就用二班呗。哎，二班老师也得过了啊？这咋的？别人都得了，就差我了？哎呦，那咱搁这唠半天，在这唠校长呢？我知道你一直把三班当成自己孩子，为他们做了很多。你为了这次公开课努力了多久，我们都清楚。这次机会不是年年都有，一旦失败，再轮到你就不定啥时候了。唉，对学生来说只是少上一节课，但对你来说那可是一辈子的荣誉呀。这事儿没有什么可纠结的，用一班就这么定了。我下午还有个会，先走了。哎，哎呀，这那啥，我再去劝劝他啊。赖我呀！明天就是公开课了，这可咋办呢？你没答应校长用一班吧？你别提校长呗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凭什么因为我们成绩不好就觉得我们啥都不行？随便吧，反正谁都行，就我们不行，你就带一班去吧。怎么了？别整那没有用了啊！
男子汉大丈夫，我学的可没有这样事的啊。可你学生不咋行啊。走，回班。别人说男不行的时候，男就必须得行。是不是？一会儿回去我先背教案，再教我练练板书，然后我又去。搁哪整帽子？兜里呀，我中午去给你买了。知道我把你头发剪了你不乐意，那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不是，你这审美就到此为止了吗？阿妹，这怎么了？多好看呢！做学生不都戴这种吗？你确定那不是小学生戴的吗？那帽檐咱别撅那老高行吗？哎呀，赶紧回去背教案。那你别戴着帽子。可不可以不管那些沉闷的字眼？可不可以单纯循环一整个夏天？不屑，也是种和解。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。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考卷，终点，我别去管终点。无数的失恋，或失落，或残缺，在世界里撒野，只要够热烈，不顾一切。要不要和我一起走至下个落日前？口袋里面塞满一整个世界，吵着闹着哭着笑着一起熬着夜，还是那个莽撞的少年。和我一起走至阳光还有夜。踮起了脚尖，好像能碰到天。我们就像不悔的诗篇，只为自己而写。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。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考卷，到终点，我别去管终点。少年的心事化作漫天纸屑，洒向每个昨天，随风而坚决，只管向前。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去阳光还耀眼，换上那些鞋，追操场的落叶，不期待的诺言，未来和那些从前，心中依然是那个少年。大声笑一遍，再大声哭一遍，伤心的也会成为纪念，就让天真地的过长夜，不向时间妥协。给你倒地儿。哎呀，这怎么不上床上睡呢？床上太干净，整埋汰还得洗。哎，不行，地上饼着呢，赶紧起来。我不上，你别推我。同学，几点了还查寝？就他们几个不让我给你送田子格。地上有人，扣五分。啥玩意儿？有你这样式的吗？这怎么着就扣分了？水杯里有水，扣五分。喝了。桌子上有杯子，扣五分。我拿起来了。呀，地上有垃圾，
都收到垃圾桶里了。垃圾桶里有垃圾，扣五分。你他妈是不是找茬？在寝室大声喧哗，扣五分。走。你们别拽我！大象石老师快生气了。行行，哎，别扣这么多呗。妨碍公务，扣十分。啊！我忍不了了，说把分都给我划下去，给我人。胡哥，哎，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正当防卫啊，他先动手打的我，你没看见吗？把男班主任给我叫来。哼，你就是叫校长来，你觉得他会相信谁呢？垃圾。快十二点了，熄灯。把男家长也叫来。不用教，我替他们教育教育你。咱班男青打起来了！啊！哎，你们干啥？啊！我们去帮忙。sorry。稳当的，这跟你们慌的。男青你们进不去，睡吧，我去一下。哎呦我去！我错了，我也回家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听说你们的。啊！换回来了，都给我回去睡觉。你看啥呢？你们班到底要干什么？半夜十二点不睡觉，聚众斗殴，这都是什么学生？也是我打的。石妙娜，你护犊子也得额度。校长一般要跟你去公开课，你一般学生故意找茬欺负人家，是不是？我可没说带一班去啊。你怎么就这么犟呢？就偶尔放弃一下他们，没什么的，怎么就不行呢？那如果我也放弃了，他们就真的被放弃了。行，你不放弃，给你自己看。你不放弃他们，可他们早就放弃你了。要么带一班，要么都别去。强哥，要尿去啊？没有，你们去吧。走吧，我请你，快点的。哎，强哥，今天班主任都去公开课观摩了，咱上班升级一下。上啥网吧？老师有个班，等收拾回来吧。啊？嗯？强哥，哎，你班怎么没跟我们老师上公开课去呢？嗯，没说带我班去啊。啊？哎呦啊！是通知咱班不去，我以为他一班去呢，这怎么都没去啊？哎呦！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电话关机了。夏弟都回座上课了啊，把书都拿出来，来。赵老师，我们班主任呢？哎，他也没带一班去上公开课呀。翻到地。老师，他放弃上公开课了。啊？拥护啥呀？拥护啥？拥护你们没拥护他。评分表自己班学生都给评零分，还去外面评什么优秀教师啊？评分表不是，我寻思闹着玩呢，这那玩意儿学校真看呢？谁告诉你学校不看了？你们老师顶着那么大压力，坚持用你们自己班上公开课，你们倒好，真争气。都是我的错，
我带头。我也打了。哎呦我！我也打了。哎呦我！哎，知错能改就好，还来得及。我也不想讲了，你们呢？想一起干点啥就干点啥，小点声，别影响别人吧。昨天打完仗，石老师几点来的？12点来钟。前天晚上我几点洗的头？也是12点那俩溜，反正差不多。昨天中午我记得也是12点左右。第一次我俩在仓库也是。这么说，我俩应该是1到12点就会换。那如果我赶到黄金阶梯12点一换，在那儿的就会是石老师。同学们，这件事是我的错。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生气，但是当务之急是公开课，石老师需要咱们。有办法快说。刘若琳去办公室取石老师那套正装，徐小明回寝取假发和黑色马克笔，再撕一块红纸回来。凤翔去帮我买烤肠，要烤大点爆牛的，一根就行。侯哥和马思平带男生去准备交通工具，然后女生去找石老师。不管找没找到，10点半咱必须在校门口集合。杨哥，这么冷，行不行吗？就算像石老师了，说话声也不一样呀。没时间解释太多，只能赌一把了。石老师说过，不能轻易放弃。强哥，这是马上了。咋样？像不像？你别笑，你再笑我可能要打你了。哎，别闹。哎，还是我给你花吧。哦。哎，对了，你记着点，12点整，你喊起立，咱就开始。嗯，好。3点30分，出发！走啊！走啊！哎呦，我这怎么没人蹬车子呢？都上前面去了。时间不太乐观呐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搁这苦等的吗？那为啥不做牛鬼呢？强哥，我知道你为啥让骑车子了。这坐车确实不热血，不燃呢？这不燃吗？今天没给我进赎金呢。啊，没上啊。哎呦，我啥呀？哎呀，那玩意儿你爱吃肉串就说肉串好，不爱吃赎金就说赎金不能吃啊。关键不看我咋考吗？嗯，那我等你啊。姐啊，这肉串用不用给你热下子？好不好，关键是咋考吗？啊，我还是给你热一下子。
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电话咋还关机了？怎么了？不是告诉南武不上公开课了吗？你是不去了，那学生都去了。什么？这人杵着干啥呢？讲第九单元。问这位同学，为什么冒充教师？为什么占用午休？又为什么男扮女装？我们班主任因为我失去了公开课的机会，所以我们想……你们老师没来是吗？啊，既然老师不在，你们应该上自习啊，班长，维护一下纪律，课代表去找一下你们班主任。怎么了，老师？他是班长，也是课代表。很抱歉，这是我工作的失误，我将分成五个大点，再分成20个小点展开进行检讨，是吧？不必了。哎，那我就说一点，我知道这个班级的出现有些冒失，但他们为了公开课付出了很多努力，我恳请大家给他们一次机会，行吗？行了，我就算给他们班一次机会，但公开课评选的是教师，老师呢？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，可我现在明白，我才是你们遇到过的最差的老师。谢谢同学们，为我准备了这么特别的一节课。很抱歉，我来晚了，但希望成为你们心中的优秀教师，还不迟。可你来晚了就没有资格了呀。请开始吧。
行了，就这么整。一会儿啊，石老师一进来，音乐就起来给我。这又做什么样呢？石老师，您曾说过，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刻在奖杯上，没得着不要紧，我们送你。但考虑到不利岁，于是乎我们全体同学送您一个搪瓷的。您要是嫌少，这儿还有全班同学共同打造的1.5×96石老师雕像呢，像吧？我吸顶了吗？啊，这儿啊，黑色不够了。哎哎哎！同学们，没事，老师不用太感动。你们不知道现在是上课时间吗？小耍子，
王强，那天晚上在我们寝室住的真是你吗？哎，这个若琳呢，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，因为啥呢？因为当时我的身体……所以，你那天是不是问了我一个问题？啊？啥问题？你问我，你觉得王强这人咋样？你觉得他这人咋样呢？我觉得吧，王强这人除了二一点，虎一点，彪勒勒一点，其实他……他咋了？哎呀，这声是你呀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那个都没走呢，还坐着呢吧？《长二中》第5季也坐着呢，一定记着来看哦。行，就这事儿，到时候见。嘿。